大家好，我是李志业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下 Anim Korea 这个公司呢，是特别为小孩制作，可以精展，创意力的一个公司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个产品。第一个产品呢，有 Anim Korea 的游戏毯。游戏毯呢，非常的有颜色。这个游戏毯呢，对小孩子来说呢，可以增加他们的创意力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不同的颜色，而且有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，还有具有英文字眼在里面。如果这个呢，可以放在你的家，你可以当做地毯，可以放在床上，你可以带出门，可以把它带出，去郊外也行。这个呢，非常的方便。你把它卷起来，后面有一个粘，防滑的功能，而且呢，小孩子呢随时随刻都可以增加他们的那个创意力，一个人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玩耍，所以呢，这个对父母来说呢是一个可以帮助小孩，成长更加丰富的一个玩具。介绍了第一个游戏毯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跟你们介绍一下他们提供的一个不同的那个枕头。Anim Korea 呢有不同的两个不同型的枕头，这个长型的呢还有这个。小的一点的那个形状的那个枕头，这个枕头呢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把它放进那个洗衣机，整个放进去非常安全，小孩子呢有气喘或者是有鼻炎都没关系，很安全的使用。这个呢你不能整个放进去，但是呢你可以把它拆开来，把套丢进洗衣机洗了再把它拿出来。它呢具有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和颜色。这个长型的呢，把这个长型的呢，买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包装，里面呢有两个不同的袋，还有一个枕头。两个不同袋，一个枕头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想要洗这个枕头呢，你可以洗了，还可以换另外一个袋子。所以这是 Anim Korea 的两个不同的产品。我们还有介绍 Anim Korea 最后一个产品，最后一个产品呢是这双面被子。双面被子呢，前面呢是粉红色的，后面是蓝色的。双面被子呢非常非常的透气，就是透气的被子呢可以让小孩子比较舒心的使用。所以呢，这是 Anim Korea 的三个不同的品牌，三个不同的产品。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呢最重要的就是成长的时候呢有可以培养丰富力 的环境呢，可以助于他们培养创意力，还有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安心使用的产品，也是对父母来说非常重要的。好，谢谢你。